大家是不是很想我？怎么办？不想出去了？那你就在里面吧，好不好？我说在直播间里面。OK， 不要想太多了，好吗？六六六走一波，六六六走一波。不要这样，大家能不能纯洁一点哈？像我这么纯洁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啪啪啪什么观音坐莲、老汉推车、什么托马斯全旋、螺丝刀活塞运动是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能不能加单纯一点呢？我的天哪，天啊！OK， 给大家跳下一个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操！六六六走一波！不要装逼，我不用装了，我有啊。你才不是讨厌。
直播的时候换衣服，你也知道的啊。嗯不是主播发疯，现在就换哦，现在就换给你们看。这个衣服它本来是这样的，直播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就穿不好，跳舞它就跳回来了。它就是那种露肩的，然后我穿不好，这很新疆是吗？那就别穿了。OK。看跳舞再接三请，既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再跳回去是吧？那我都跳这样了，那怎么跳回来啊？OK， 咱们，我只能说掀起你的头盖骨。新疆卖羊肉串了是吗？感觉像亮啊，谢谢礼物。对啊，学那种就是摩托车。不玩了哈，不玩了哈，给大家跳下一个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还好你开汽车是吧？我们家哥哥都是开意大利炮的哈，都是二营长的意大利炮。跳舞啦，六六六，走一波。See you.
敢不敢来个咬唇？你好骚啊，哥哥，你怎么比我还骚啊？我的天哪，我没谁了。子牙找对象吗？为什么要找一对的象呢？哈，我应该，我喜欢找那种，你是喜欢双飞吧？什么都喜欢一对一对的。OK， 哥哥，那祝你好事成双，然后跟你的，另一半双宿双飞，然后呢，祝你双喜临门，也希望我们俩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至少那都是成双成对了，是吧？这给累的，不累了，哥哥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宝宝们，大家点个关注和直播室通知啊，感谢每一位好哥哥、好姐姐、好叔叔、好婶婶，感谢各位老板们以及未来的老板们。哇，谢谢秋风哥哥，么么哒。OK， 然后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舞蹈，宝宝们，咱们一起666走一波，气氛嗨起来好吗？子牙会跳加特林不？哒哒哒冒狼火的那种是吗？我只知道就是非常有节奏的动是怎么动，但是我不知道跳是怎么跳。其实加特林太多的主播跳了，我就给你们跳我比较喜欢的曲子好不好？然后你要是特别喜欢加特林的话，我也不给你跳。我的天哪。Get you in the room, 화를 지르니까 없이 널